黄色最好看啊！孩子们，吃饭。黄色最好看，红色最好看。啊！小旭、小贝，黄色好看，红色好看。够了，小贝、小许，你们俩太过分了。我本来是想给你们发奖状的，这下不给你们了。啊、对不起，小精灵。小朋友们，免费给书包涂色，你们要给书包涂成哪种颜色？红色，老板，我们要红色。黄色，老板，我们要黄色。你们只有一个书包，只能涂一种颜色，你们到底要什么颜色？红色，黄色。你们不要，那我要了。老板，我要蓝色的。不行，老板，你不能要。我和妈妈，小旭小贝欺负我，我变成黄黄大宝了。小旭小贝，你们俩怎么回事？妈妈，不是的，是小贝非要跟我争什么颜色好看。我说红色好看，他非说黄色好看。妈妈，你说什么颜色好看？本来就是黄色好看呀。小雪，就算你不问问候妈妈，也是黄色好看，大家都这么觉得。哼，我才不信呢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说是红色好看还是黄色好看？喜欢红色的发111，喜欢黄色的发222。我觉得蓝色好看。小朋友们，要是你们跟我一样喜欢蓝色，就发送333吧。哼，没品位，我走。啊，你去哪里？你给我站住！你们俩给我回来！蓝莓涂黄色，西瓜涂黄色，苹果也涂黄色，香蕉涂红色，老板涂红色，小精灵也涂红色。小雪，这次我真的生气了，精灵之力！你们俩究竟是怎么了？怎么没完没了的？就是黄色最好看，大家都要喜欢黄色。不对，是红色，大家都要喜欢红色。原来是这样，小雪、小贝，你们大可不必争执。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你喜欢的他不一定喜欢。既然做不到让每个人都喜欢，那就你自己喜欢就好了。我好像有些明白了。小贝，你明白了吗？就是说，只要自己喜欢，不用管其他人喜不喜欢。我明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明白了吗？明白的发666，不明白的发888吧。我们下期见。